媳妇儿啊？别管我叫媳妇儿。大妈呀，你别跟你那玩呢，那干啥？大过年别老生气呀。大过年的谁能上咱家买饺子？大过年的谁不回家团圆？那大过年的谁家不乐呵的呢？我能乐出来吗？咱俩去年就没回家过年，因为啥？因为我火车票没买着。今年我让你早早订飞机票，你咋整的？我不行，飞机票太贵，省钱买火车票嘛。那火车票呢？没买着。漂亮。不是，你是啥性格呢？啊，我都跟你过这些年，我忍你多少年啊？咱不说别的，就说我过生日，你给我发那个微信，要么生日前一天，媳妇儿啊，生日快乐；要么生日后一天，生日快乐，媳妇儿。哎，是有一年，生日当天给我发一条微信，媳妇儿，你近期是不是快过生日了？你是咋想的啊？不是，你这脑瓜子是不是堵上了？用不用我拉撸钩子给你掏的我？办点啥事就这么费劲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说，听着没？拿着你这套东西、啊，上这边啊，分界线不行，过来啊！干啥呀？分家呀？哎，对，就是分家。大过年的分家呀？我管啥时候想分就分。行，王思梦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了，没有我这饺子馅儿，你那饺子皮咋卖？你来劲儿了是不是？我也看看，没有我这饺子皮，你那饺子馅儿咋卖？哎呀！新郎邻居们都来了，那个都组团看组团上春晚来了吧？我也爱看，刚下班，找个地方吃口饭。这大过年的谁开门啊？碰运气吧。哎呀哎呀，哎，还真有一家。哎哎，开门不？门搁哪呢？啊，对哈，厂门的哈，那个营业不？大哥，我不营业，跟你搁这玩呢。啊，这大冷天的，这大冬天，我这脑瓜冻挡挡的。啊，不信用舌头舔下来，舌头给你粘上。那个，你也不是牛犊子，我舔你干啥呀？不是，开玩笑，好玩不？那个，你卖啥的？卖窗丸子。都什么丸子？猪肉大葱、牛圆葱、韭菜鸡蛋。韭菜鸡蛋穿丸子，那不穿飞了吗？穿飞不正好吗？省得你嚼了，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今天我饿了，看你给我等着。那个老妹儿，你这卖啥的？面片。炒面片啊，还是拌面片啊？清水汆面片。清水还能汆面片呢？大哥，我跟你说，大哥啊，我那个水一会儿烧开了，那个面片往里边一下，煮熟了，我一捞，给你来点醋、蒜酱、辣椒油，老香了。哎呀妈呀，我还真没这么吃过。哎，你看这你行不行？我在你这儿啊买点丸子，我在你这儿呢买点面片，你俩合作一把，过年了，给我穿点饺子行不？穿不了。咋的呢？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面片那可是好面片，他那个丸子纯犊子。说谁完犊子呢？他那个丸子有问题。啥问题呀？卫生问题呀？他那个丸子滚刀肉做的。滚刀肉是哪嘎肉啊？大哥你过来啊。他那个面才有问题呢。啥问题呀？梗，你嘴里得镶上电锯片才能嚼动。那我还有嘴了吗？总而言之，不能吃他的馅。言而总之，不能吃他的片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能吃点啥？吃我的穿丸子。好，我想吃饺子，你这丸子用啥给我包？素叶子。那你包的不是饺子，是韭菜鸡蛋馅的粽子。大哥你过来了，你吃我的面片。好，
我想吃饺子，你这面片给我包啥？冰瘤子。包冰瘤子？那玩意一下锅预热不爆炸了吗？你这边穿完的穿稀碎，你这边包饺子包爆炸了，你俩是不是一家的啊？谁给他？别说话，快打你！对，滚！那个，我看明白了，你俩不光这辈子是两口子，我祝你俩下辈子也是。谁这一辈子？别说话，快打理你！对，干啥呀？陆哥王秀子要干我呀？对，我干你咋的？我干你呀？哎，咬拿你往前迈一步。我迈一步咋的？你还咬拿你往前迈两步。我迈两步。咬拿你迈三步。快跑呢我。快跑！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来，我不服行吗？干啥？可以的。哎呀，大哥，对不起。停停！这得把我揍的。这手给我摸的。摸的手干啥呀？那咋还上手呢？不是，这玩意谁拉架他不上手啊？你告诉我呀，不上手用嘴吹呀、啊？你看哪个120护士不上手用嘴突突突突突突把病人吹上车的呀？你看哪个打拳击的不上手突突突突就把人把对方给吹倒的啊？啊？你看哪个是搓澡的都不上手突突突突能把客人搓干净的？啊，用意念搓呀！啊，你干净了，你干净了，你老干净了，你不用搓，你老干净了。起身的就不搂你吗？你吐人一身吐吗？不是，老妹儿，今天我就想吃点饺子，能成全我不？行，大哥，我给你面子，你让他把馅给我端过来，我就给你包。够意思，让他自己过来端。挺大个老爷们端一下能咋的？我都替你挨揍了都。行，两口子我都服了都。包吧，我站。你这是啥馅儿啊？你剁了啊？你没长手啊？不是，你这么咋包？你爱咋包咋包。生意不做了是吧？啊？真没用。行，我让你看我咋包上的啊。大哥，哎，对饺子没要求吧？是饺子就行。大哥，你等会儿啊，马上就好啊。我不着急。等会儿啊。不着急。哎，吃吧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饺子。那个，老妹儿，你包的不是饺子。是炸药包吧？你告诉我咋吃？不是，我不怕你看不明白啥馅儿吗？来，瞅好啊，八个啊，大葱、猪肉。老妹儿啊，那你费那劲干啥呀？你直接牵头猪，把大葱插鼻子里不就完了吗？我再饿我也不能生吃啊，这不当我没进化完呢？那我当猿人的吧？啊！喷呐！哎呀！你俩别合声了，我想吃饺子，饺子。你给我拿的啥玩意儿吗？啊！饺子给人包。你给我拿的是啥？饺子给人包饺子吗？你以为我包不上吗？你看我包上没？给客人打吃的。你看我包上？你说什么话？你说啥呀？哎呀！哎啊！我上吃，我上吃行不？你看我能吃。那谁？哎，我能吃。哎，我能吃。你别老。你再给我拿一个。你再给我拿一个，我还能包上。你再打吧。打吧，你还打不？我还能包上？还打不？还打不？能消停会儿不？大过年拥护啥呀？鸡头巴拉的啊！啊，老妹儿，你跟我说，拥护啥？我给你做主。大哥，你听着啊！啊，那秃瓢？什么瓢？去年咱俩为啥没回去家？因为火车票没买着。我今年让你早早订飞机票，你结果呢？我嫌飞机票太贵，省钱买火车票。那火车票呢？没买着，谢谢哥，没毛病。你看，大哥，你没听明白啊？那灯泡什么泡？去年咱俩为啥没回家？火车票没买着。我今天让你订飞机票。飞机票太贵。火车票没买着，没毛病。那个蛋，
什么蛋？这不一样的玩意儿。我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去年咱俩为啥没回家？哎呀，火车票没买着，飞机票太贵，火车票没买着，没买着，没买着。没买着，去，不是，问啥呀？问啥呀？你没买着，没买着，你嘱咐我干啥呀？你啊，你听不明白呀？完，你就老问他，老问我说我蹬一会儿，说我泡的，啊？你不是饿的，你是闲的呀？不是，我是没明白，你俩为啥生这么大气？不就过年没回去家吗？过完年之后再回去呗，啊？一家人团聚，还非得是过年的时候吗？我认为，只要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每天都是过年。我说的对吗？不有首歌唱的好吗？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，抽点时间常回家看看。对，他那是几首歌？一批，都是一个意思。你看，老妹儿乐了吧？就哄哄去。大哥，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，我就是烦他那个样，那自己没买着票，整得好像所有人都买不着票似的。那回来那脸憋的那雀青啊，像松花蛋似的，那都别提松花蛋，我不爱吃那玩意，我想吃饺子。你瞅瞅瞅大哥饿的，饿咋整啊？现在这整皮片这包不了。咋包不了啊？咱俩没钱的时候咋吃的饺子呀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弄去吧。等着大哥啊，等一会儿。大哥，今天晚上我让你吃上全世界最好吃的饺子，快点让我吃吃吧。我儿子来视频了啊。是吗？儿子，哎，儿子，哎，你老跟他掺和啥呀你？我都还玩呢。儿子，那个想爸爸没？爸爸也想你了。过年了，爸爸工作太忙没回去，等过完年之后啊，回去好好陪陪你啊。爸爸，你吃饺子了吗？正包着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呀是你光头强你蛋叔。看后边这个没？这个阿姨呀是你红太狼你红阿姨。刚才这两部动画片为抢收视率干起来了，那家打的挺片的。过年了，给叔叔阿姨拜个年，唱首歌。有钱没钱，常回家过年，抽点时间，常回家看看。好听，大哥，你家都这么唱歌啊？随根儿，我教的。饺子来了，来，大哥。哎呀妈呀！吃热乎。儿子，我吃饺子了啊。孩子。太好了，终于吃口热乎的了。哎呀妈呀，太好吃了，我都能感觉到这一饺子从我哪根管下去的。啥馅的啊？土豆、海带、花生米、虾皮。凉菜馅的啊？什么凉菜馅的？这是内蒙的土豆，大连的海带，山东的花生米，江南的虾皮包的饺子。这馅好啊。这馅啊，这馅太有寓意了啊。这馅应该叫东西南北来团圆，一年忙碌几天闲，千金难买家乡酒啊，一盘饺子过大年。来，饺子，饺子。